何家劲52岁，帅气依旧；预约金素梅60岁，当老伴。噔噔噔噔，听了这个音乐就知道包青天来也。升堂，我是金超群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不止他回来了，当年的展昭和事业公孙先生原班人马都回来了。这黄金铁三角为华视八点档《包青天之开封奇案》合体宣传，其中52岁何家劲和19年前比起来，哦，居然没啥变呢。何家劲当年因演出预谋展昭跃升女性杀手，而他很认真向媒体推销他砸10亿在中国投资的健康食品，但大家好奇的是另一题啦。爱上他之后，天天当年他和高金素梅爱得轰轰烈烈，两人分手后还是朋友，还预约60岁若单身就共度余生。哎，也难怪他一到台湾就急着找旧情人。我要打给他，我要问候他，他在开会啊，今天见面了吗？没有啊，我昨天晚上才到，今天早上打给他的时候，我说在干嘛啊，什么什么。现在你有男友吗？你猜，我都不知道哪一个是。哎，没有啊，龙哥呀。没有，真的没时间，对不起。你们再等个10年，他就会跟他结婚了，因为他不娶她不嫁，60岁。苹果的新闻是等8年啦，报道。